同学们早啊，我是你们的赤渊老师。老师我呢，平时话虽然比较少，不过字字珠玑。原来此处就是名为学园的会磨之地嘛。同学，老师说话的时候不要插嘴。历届的机械造物呀，如可欲知晓无知之名，切，无聊的家伙。那么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请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的名字是苍玄之书，大家可以叫我小玄。放学以后早点回家，有不懂的一定要问老师。在学校多交朋友，千万不要和坏孩子一起玩哦。姐姐，我会乖乖听老师话的，我出门了。安全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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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哒哒哒哒。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。我没多少肉的。那也要把你吃掉。几个在本大爷的地盘干什么呢？什么？就你这小不点还本大爷？喂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么菜，不如跟我混吧，我们由大帮罩你。糟了，要迟到了！谢谢你。有请下一位同学。吾乃深渊之引路人，无尽幽邃之主，小月镇魂歌。这霍虫二病有点严重啊！聆听无知教诲吧。深邃幽暗的黑潮即将淹没这个世界，与此降临吧。 Black Shoulder Rider， 居然真的召唤出了。哟，这阵势还真不错。大家好，我是犹大帮的老大，犹大血之拥抱，叫我阿大就可以了。今天起我们就是好兄弟了。看到了吧，这便是吾辈的实力，守护血渊的骑士哟，成为吾之仆从吧。仆从？本大爷可是大名鼎鼎的犹大帮帮主。我可是犹大帮的老大是吗？老师对不起，我做坏事了，我是个坏小孩。好了，没事的，下次小心点嘛。窗户玻璃和讲台都是有生命的，他们被撞到也是会很疼的。我的变形术，我好不容易变的。好机会。我回来。人偶学员的新学期就这样开始了。